买三倍券。怎么了？你还用三倍券去买？买三倍券就变九倍券。三倍券的看法是怎么样？所以今天西西来到了板桥车站，要来做个大调查，然后顺便问一下大家对于三倍券会怎么样使用呢？所以我们就一起去调查吧 ，Go！ 你领三倍券了吗？前天领的。那你是用什么方式领？我到邮局去领的。哦，实体的券。对对对。有，我是用数位券的。哦，数位券。绑信用卡。嗯。我目前是预购，但是还没有领。哦，还没，懒得去领。我是想要去邮局领。直接领到这样子。了解，那你也是吗？我本来是上网找了很多方法，但后来觉得最方便还是用信用卡绑定，直接领这样子。你领三倍券了吗？还没，可能去邮局吧。哦，对，去邮局领，因为可是现在太多人，等等之后再领。我好像是第二批预购的，所以我应该是明天，好像是明天吧。对，哦，你还没领，你呢？我领了，然后我就去邮局领。领了，领了，领了。那你是用什么方式领？拍钱吗？拍哦，钱哦，是电子的。领了，领了。我爸妈领了，那领了，我也领了，就被爸妈收走了。你也是，对，我也是。那你呢？我也是爸妈收走。等一下，请问你几公分？177，好高，我远远就看到你了。那你领三倍券了吗？我是用那个 LINE Pay 绑定那个信用卡。还没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不管什么方法都要健保卡，然后我本人的健保卡是不见的状态，然后我也没有时间补班，所以。拜托，就是可以不要健保卡吗？身份证也好。哦，应该多一个东西，然后去认证这样子。我领了，照包包，照钱包。我还没，工作太忙。哦。对对对。那打算什么时候去领？下一次再可以预购的时候。还没领，为什么？工作也一样，工作很忙。领了。我还没领，想说不急不急。哦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领？等到八月再领。好，那也快了。这个快快。那你们想要买什么东西？给家人吧，就一起出去玩，可以用。一起出去玩，太孝顺了吧？那你要拿来做什么？我想给孙子当学费，缴学费。哇，直接缴学费？对对对。买什么？就去烧伤的买什么咖啡啊之类的。所以你打算买咖啡买到3000块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可以用拍钱包的都用拍钱包刷。所以大部分都是吃的喝的这样子吗？差不多。我应该会想去买笔电吧。我笔电刚好今天早上键盘坏。那你呢？想要买什么？我要去花莲玩。你要去花莲玩？对。哇，你看他们都对你投以羡慕的眼神。对，我要去花莲玩。不带他们一起吗？不要。那你打算用来买什么？已经买完了。已经买了，你买什么？咖啡的手冲壶。咖啡手冲壶？哦，你平常在泡咖啡？对。给我妈用。给你妈用？就可能拉她出去玩啊。就是住宿，好像说好像住宿蛮便宜的哦，所以那些都可以用来配，对对对，都可以。哦，你很孝顺哎。买鞋子几双？也只能买一双。那你们想要买什么东西？我比较想要吃东西。对。你要把3000块都花在吃的吗？对啊。哇，赞哦！可能可以去吃一些平常不会吃的比较贵的东西，高档的餐厅，对对对之类的，对。所以你就是跟他一起去吃，平常没什么在买什么，就是都吃东西比较重这样，对。哇，吃货情侣档。买三倍券。怎么了？你还用三倍券去买？三倍券就变九倍券。好聪明啊！等一下。没用的，三倍券哦，买自己喜欢的吧，衣服、鞋子之类的。应该是音响之类的，保养品哦，专柜的。我应该会买运动用品吧，就是可能羽球拍啊，或者是球鞋之类的。吃的啊，吃吃喝喝的用的这样。你有想过要买别的吗？比如三 C 啊，电手机。可能不够哎，那可能要10倍券以上吧。那你们对于这个三倍券有什么看法？你们觉得它的好坏或是一些想法？
我觉得蛮好，不然平常都习惯网购，然后这样也是出来走走也不错。想说的，政府发钱给我们花嘛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觉得都很好，只是那个信封有一块是塑胶，好像有点不环保。对，觉得那个好像可以改进，其他都很好。那个你们对于三倍券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无话可说，很，它不能找零，很多地方不能用，所以你觉得还是不太方便？嗯，不错啊，有钱领就不错了。想说的吗？觉得可以找零吧，拜托，不然实在是不方便。就是、一次对啊，而且一次它就是一次就是两百五百的，对啊，哦，太有点太高了。我觉得很好啊，嗯，就是虽然大家可能会说。就是很麻烦什么，可是我觉得至少我们这里可以这样子，这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政策。对，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，对吧？我就觉得大家喜欢骂，可是你又爱领，可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你有这种心态？那你就不要领就好，你还是去领啊，对吧？那你到底要骂什么？那对于三倍券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三倍不够，那你要几倍？能多少尽量多少。我觉得。他不能找零，有点麻烦。为什么你们都没有说一些会对他有益的事情？他过得很好了。哦，他过得很好。他过得比我们还好。我觉得为什么不直接发给我们2000？就我们不用去排队领的，像之前消费券，消费券直接3600的。好的，经过我们今天的大调查呢，发现大家普遍对三倍券都是非常的正面的看法，只是还有很多人都还没去领哎，因为可能上班族时间的关系跟那个领的时间是搭不上的，就有点可惜。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方式可以去做改进，然后赶快去领三倍券，然后赶快去买你要的东西，促进经济发展。那我是西西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